经在一年内实现探索世界的梦想。这种计划很好，就是要给钱给你出去玩嘛。哦，啊你这个哦，这太简单了，你就填一填啦、啊。第一个，我要比较全球青年在对环境议题上的这个意识以及行动，那我要探访15个国家啊，不要那么多，5个国家啊，访问至少60个人，怎么样的，然后整合出来，结合成为一个新的行动网等等，随便啦 ，whatever 啊。来，哪一个下人的呗？你们自己网上去抓就有了。大家看到啊，已经有了啊，这定在大地上呗。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条件真的很不错啊，因为我看每一堂课，如果不是我上课，我自己走进来，我都可以感觉到，因为我们在这几天来，大家真的很辛苦，可是形成的一个上课的氛围，是我一辈子以来看过的最棒，给各位自己一个肯定。而且呢，坦白讲，二氧化碳浓度太高了。因为客观条件是不是很好？因为它没有一个好好流动，那个应该打开啊，应该打开，快快行动。然后有个有些朋友有一面有进来啊，后面才对啊，我简单回应一下。那个哦，这是检察官，哦、这是台北演讲他回应的。那个有一些来参加这个学员啊，反映说需要这个，蔡老师，蔡师好。那个我们上课这个时数不是有那个教育部那个什么的点数吗？演习。传教辅导生他们那边后来没有，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准。全国的东西，他们那种东西，没有关系，就不要生气。笑话，没有，就开打开，也不用关灯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只是现在不想清楚而已，不会因为这个光线的关系。那个是情感的叙述的时候，就跟光线有关，意的陈述。那不管是太阳或月亮。啊，这个是 MIT 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看我15年来没有买过衣服，除了内衣裤以外，都是人家赠送。外面那个红的是因为2007年我抓到警察盗类，啊，国家公园送我3件的，哎，啊，这一件是2个月前那个 MIT 说要去爬中央山脉送给我的。他、啊、昨天穿的是32年前结婚的时候的衣服。那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当老师，你以一应对 diversity 很大的人的时候，你要一直在变化当中，应用从里到外，不同根器不同的人啊，你要给他不同的启发的力。那、啊、如果你用一套要去吃遍天下，一把尺要量遍天下，会不会令人担心？好、哦、啊，拍谁哦？告诉你可以录的时候，恰好我江郎才尽。那个，我们这一位妈妈就是公共电视的公共记者啊，你看她不管她年纪多大。他没有，他忘掉年纪，他只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，那他就凭着一个 camera 啊，一直的报道，不管你要不要，就是真的是劳役众生不忘报哦，所做待众生付之一切烦恼，所做功德尽以施之。感谢我们一位学员今天写的那么漂亮的这个楷书，是楷书啊，行书，啊、哦，那个。谢谢大家。那个另外呢，哦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我想，如果啊、哦，回答陈丽萍老师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要求的？我相信在座的学员不会在乎有没有那个，是吧？
啊，你至于你在 complain 说啊，全国办那么多啊，都没内涵，很讨厌啊，但是他们那个有时数，没有关系，我鼓励你参加，至少你可以去那里休息一下。刚才有一位以前的同事，这个一个赖教授，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吓一跳。哦，他过来跟我拥抱，因为他跟我说，他今天穿好开刀的装置，要去切掉乳癌，就是不晓得多少年没有见到，哦，跑来见面，很高兴的这个就跑掉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早一点来。那个人与人啊，真的是很多时候你很难讲什么时候会啊，你什么时候影响到人，什么时候你被影响啊，真的要有那种敏锐度。我一直刚在强调说，这个当老师的你要来因应时方，所谓善巧方便，方便不是随便，随便是随地大小便，也就是臭摸摸，那个是随时一点灵心巧慧啊，处处化腐朽为神奇。那你会发现现在非常多的所谓的课讲得好棒的是舌灿莲花，但听了老半天没有内容。那当个老师要懂得 touch people's heart， 你要敢瞄那个重点。那么知识性的东西，因为从两三天来，我也可以感受到，有些人是比较喜欢，就是啊，实际的啊，像我换那个幻灯片，哦，什么一张一张，啊，那种东西我最厉害，啊，但是那个东西呢，就是说属于比较技术性的东西，那我比较 care， know why， 但是台湾的。受教育出来的人只喜欢知道，只想知道 know how。 know how 在整个台湾的构成里面是在20年前最兴盛，现在至少应该进入到 know why。 所以呢，今天的课谈的呢，也许会比较对一般年轻学生是不大容易理解，因为这个也不会觉得怎样，因为我是把它讲得相当的通俗。因为不要说年轻一辈，就是我们年纪大了50-60岁以上的，几乎也不了解我们自己这一套的文化规范。Yeah. 啊，每一次我看到年轻人，我总是会想起我在30的体验。Yeah. 这个真的是整个未来台湾科技癌。有啊，虽然呢，我笑人呢，你也感觉讲安尼，啊，唔知要哪讲，你感觉讲。啊，但是呢，真的，我们现在的年纪，只有帮你们扫扫地啊，做做真的家事服务啊，那因为年纪大的，价值就在于付出，年轻的可以允许犯错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看到年轻人在趾高气扬的时候，都会巴他一个巴掌，啊，我就会讲这么一句话。没有一片落叶，没有一片春芽会记得哪一片落叶的沧桑，但是每一片落叶化作春泥更护花，每一片春芽也会变成落叶，林小白单顾你买了。那个还有哦，还有谁要包红包给我？我干嘛？哦，不是的，没包红包给你，这不好意思啊。还有哪一会连续剧？陈老师，我11月又在拍连续剧了，稻田电影。这两天在台南啊，晚上啊，这是王老师是吧？对，稻田公司。哦，稻田是王老师哦，王小弟。哦，一直没有联络，请原谅。在现在在小港机场拍摄途中，看到你的新文章，顺便跟你说声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每天被这个政府气到疯了。有时半夜就想说来选总统好了，请陈老师来选总统。哦，没有，他说来当国土规划的部长而已。他又没有写王小弟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王义杰同学在列。啊，报名三林书院的郭雅欣，因为我
阿公昨天技术，所以有一些啊半头期没有办法出席，他有汇保证金啊，如果可以退钱的话，汇到我的户口或参观。王一杰来了没？你就帮他把钱带回去。啊，对不起，你手托灰人，王一杰没有来。Yes， 没有了。好，另外昨天啊、前天晚上，我不是讲如何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吗？